不是你干啥呢？我在游戏大厅等你一个小时了，门还不上号啊！马上马上，还正在登录了。密码错误。哎，密码错误。我去，我密码好像忘了。来来，你这样改个新密码。哦哦。新密码不能与旧密码相同。那我知道我密码是啥了。你快点吧。啊，来来了，我选个皮肤。 这个看着就菜呀、啊，我换一个吧。哎哎哎，那个呢？哎呦，看着就强啊！买付费角色我还选不了，不，你快点行吗？选这个吧。我，高月，你为啥和我选一样的皮肤啊？ 我看跟双胞胎似的，这不大学毕业以后一年多没见了吗？跟你选一样的角色腻乎腻乎。你别恶心我了，赶紧准备吧。好久没玩游戏了，还有点激动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把是我晋级赛，你可别坑我啊！放心吧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怎么准备啊？高月，你能滚吗？不，我点哪？排位你不会准备吗？我没看到，我点你都不。哎。 好像卡了，那怎么进度条一动不动呢？那再等等吧。我点个刷新啊！你刷新，这么干啥呀？这咋玩啊？这是。卡吗？进度条啊？哦，进来了。哎，我这鼠标灵敏度怎么这么高啊？ 不是你咋了？我轻轻一动，我转一圈啊，这咋玩啊？这别晃了，别晃了，哎哎，听我说啊，这样，点设置，里面有一个进度条啊，把它拉低，不是把画质拉低，调回去，下面那个进度条，下边这个，不是调亮度，调回去。 哦，鼠标灵敏，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听我说啊，我来布置一下战术。我，高月，哎，听我说话。哦，你说，我们现在在地图的最中心，敌人应该会从四面八方靠过来的。首先要做的是去三点钟方向伏击敌人。我怎么只有手了？我枪呢？ 在你后背背着呢，咋调出来啊？N1，N1，哦，哎，有了有了，不是，听我说话，来来，你看着我，我们一会儿去三点钟方向伏击敌人，再去九点钟方向，我会从二楼狙击，你一会儿去一楼钢枪，等敌人靠过来，我，一会儿敌人靠过来之后。 你一定听我的口令，我这，你是不是没完了？是不是没完了？我这不属于操作吗？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了，走啊，走，卡卡卡卡卡卡了吗？这是，你皮肤都卡没了，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刚刚好像卡了，你都卡成原皮了，你不能调调你的网吗？我这。 哎，什么声音？别慌，别慌，敌人应该靠过来了，咱们赶紧隐蔽吧，跑到前面的草丛里去。OK， 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咋跑啊？按 Shift， 按 Shift， Shift，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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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把输入法按出来了啊？咋调啊？长按 Shift， 长按，蹲下。我跟你说，你蹲草里啊！我看前面，你看后面。好。哎，高超，干嘛？你回头看看我。干嘛呀？你回头看我。我夹着弄。看我，你看我。干嘛？别给我发表情啊！蹲下，蹲下！哎，太有意思了，太危险了。哎，你也给我发一个呗。我不，我截个图。我夹着弄。截个图，截个图。 不要做这么危险的动作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有人，哦，他就一个人啊？不是，咱直接上去干他吧。不行，你忘了。
这人肯定很厉害，他是付费角色，而且我们现在贸然开枪只会吸引更多的敌人过来。我见你回来，高超，他没发现我。你截个图。你别浪啊！你这是，笑这、两个人都不会玩吗？哎，为什么扔我呀？哎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哎呀，他杀我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嘲讽我呀？哎呀，我来救你，你也太浪了吧！气死我了！这干啥？好好好，现在所有敌人都知道咱俩在哪儿了。接下来，我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我看见的敌人。不要那么着。哎哎，这是个人机。不好意思了，人机同志。接下来，我就要狠狠地虐杀你。打个人机，你到底这是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人机都打不过吗？你太菜了吧！这游戏也太容易死了。别浪啊！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跟别人组队吧，人多力量大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这个游戏里的所有陌生人都是敌人，我们不可能和敌人组队。很明显，这不是敌人。你估计你来，别开枪，别开枪。我们要不要一起组队啊？咱们一起打到决赛圈。没问题啊，兄弟，我加你好友了，通过一下啊。高超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啊，是这样，兄弟，我们不和别人组队，不好意思哈。哦，那我开个变声器呢？哎，这样好点没，小哥哥？也行啊，你滚！干嘛？啊！你别打他呀！我就说不能和敌人组队吧。什么声音？别慌。这个声音说明我们挺进决赛圈了，敌人会从四面八方靠过来的。一个人，这样我们一起火力压制他们。好，这，嘿，这，你这，哎，干啥呀？蹲下！我按错了。错。哥，我就说游戏不能玩太久吧，我看人都重影了。你傻呀，那就是俩人，而且俩人都是高手，一个只进攻，一个只嘲讽。他们现在应该正布置战术呢，听我口令，我们一起冲过去。好，三二一。喂，外卖是吧？你别接电话呀。高超，我去拿个外卖啊。你别去，你别回来。回来，我这自己咋玩啊？你别去，这回来就好。我哥拿外卖去了，我替他玩一会儿。弟弟，你赶紧让你哥哥回来，这游戏小孩玩不了。哥哥，我玩的对吗？啊，你确实蒙的挺准的，就是我。小孩哥带带我。这游戏还是很简单的嘛。我们继续这样配合，一定可以赢的。谁让你玩我电脑了？写作业去。兄弟，我回来了。你滚！滚呐！真配合呀。不，你让你弟玩，我不想跟你玩。哎，跟我弟玩有啥意思呀？我跟你玩赢不了。咋就赢不了了？你太菜了。好了，高超。你打游戏只是为了赢吗？不然呢？我晋级赛我不能赢。好，就算是为了赢，我们大学的时候赢的还少吗？那个时候，每到周末，你把那音乐关了。每到周，那个是没有音乐干吧？不是，你每到周末。我们都一起打游戏，我们相互配合，相信彼此，我们的枪法特别硬，没有你这趴煽情硬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科技大学的绝命双子星。哎呀，我再喊一遍我们宿舍的口号，没必要，就是兄弟齐心，我齐力断金，让我们一起上。
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不是，哎，咱是什么光摆炮，怎么一枪没中啊？这，哇！这游戏也太难了。哎，我这把晋级赛算是没了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刚刚咱俩的配合好像还真让我想起咱大学的时候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我们也像现在这样，我们的床铺头挨着头。你滚一边去吧，我说的是游戏啊。隔壁寝室同学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就来随便翻我东西。哎呀，真是怀念当时啊。高月，咱能聊游戏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虽然这把是输了啊，但我好像突然感觉咱们下一局一定能赢的。用不了下一局啊，高超，哎呀，我一定会带你赢的。那你是不是有甲亢啊？咋的，喊啥玩意儿？这，哎哎，你咋复活了呢？这是卡了吗？秒了。你开挂呀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咱们开挂呀。没想到这招了，这不就赢了吗？哎，那怎么都杀光了，游戏还没结束啊？哈哈哈哈，还有我呢。这是个人吗？啊，打了一整场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了。这哎啊，哎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可以这样吗？我们赢了，我肯定是 MVP 呀。你这是干啥？这有啥意思呀？这他妈叫你玩咋玩儿？这赢了就好嘛。哎，这个对话框是啥呀？那是结算奖励。哦，我领一下。哦，你被封号了。我真服你了，这咋玩儿这个？哎呀，我不行，我先拍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黄渤老师为你喜上加喜，来，我们记得给这个作品投票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我们有请高超、高月。大家好！哇哦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他俩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超，我是高月，我们是双高胎。给雨琦介绍一下，他们俩双胞胎，不然呢？不，我就说我一直我以为出现了幻觉，看到现在。啊？你以为现场特效是吧？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啊。也确实很局限你们俩这创作题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对，很多题材演不了，我俩要演两个陌生人或者司机乘客就完全不可信。对，但是你们俩还是挺厉害的，我说上一次就非常奇妙的选材，这次又找到了一个这么合适的一个题材，这个真好。这个刚才博哥一直在我身边说，这就是我，就是你整个那个游戏人生里面的所有遇到的事情，博哥应该在家打游戏也遇到过。我的天哪，要不然说这个就要有同感啊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做喜剧啊，有的是来源于生活，观众看的时候他跟自己的生活对上了，对，就觉得无比的有趣。对，我就是这么一个，我们叫这个潮手，你知道吗？菜鸟。就基本上上去了以后，我人家有的时候不是说人可以从外面观屏看你的那个视角看，人说看一阵就看晕了，你们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我中间有一次最厉害的，有一次就一帮高手带着我就 OK 了，我就高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在后边到处捡包，出去就捡，旁边人提醒我说，兄弟，说这个不是个寻财宝的游戏，咱是要公认我，结果到最后我上了人吉普车，我亮着一看，人厉害，见谁秒谁那种的，我就拿了一个炸弹，我拆开了，我想见一个给扔了，因为他们打得太好了，我放手里边我忘扔了，你知道吗？咚一声，把几个人全炸下去了，几个人特别奇怪，谁
我这谁完全没看见谁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是我。我演的可能就是你。哎，我们也可以来一个舔包的东西，都可以。啊？哎，他们说他们可以现在演一个这个刚才说的舔包，就术语是吧？来呀，好吧，就是来一下啊。我就先舔包，假如啪，这有一个盒子，我们过来舔包吧。手枪，哎，马东的海报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美团的海报。哎哎。要说这俩孩子懂事儿了，你说这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谢谢张雨绮老师为你们喜上加喜。我很喜欢你们对美团团购的态度，但何必要拿我做铺垫？好看就在于前面的铺垫。浩哥，你打游戏吗？除了掼蛋之外，没有这个游戏我还真玩过。最早的时候是我也是拍腾讯的一个戏，是那个吴磊特别爱玩这个，他就经常我上来的时候跟他是一样的，就各种找不到，就永远是我在哪儿，谁在打我？因为那时候我玩不好嘛。我就喜欢在一个地方猫着，然后吴磊就是叫那叫老阴，对，就最后那个结果出来，哈哈哈哈，还有我呢，说的好听点就是老六，老六是吗？就所以我对这个游戏所有的认知基本上他们都表现出来了，而且表演的都非常好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三喜哦，感谢秦昊老师为你们喜上加喜，真的，来，哦，谢谢老师，哇，马东为你喜上加喜，压力给到蒋斌老师，蒋斌老师来了，肯定得要开，给蒋斌老师架着。我呀。我是来捡乐的，不会玩游戏，嗯，但是我从头跟着乐到尾。我上一次玩游戏还是俄罗斯方块，但是我竟然看进去了，而且能看懂，没问题，能看懂啊。然后我知道那个状态，他演的那个肢体的控制，真的，我就是哎呀。嘉宾老师为你们喜上加喜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来吧，来看一看这个作品的分数。哎呀，票肯定不低，他们这个。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厉害了这次啊！我们来看一下。导师投票，我的天哪！哇哇哇哇！啊，谢谢大家！看一下总票数，19900票，恭喜！哇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加油了，加油，加油，下次见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，我们的作品是头号玩家，做的是游戏相关的本子。为什么创作这个作品啊？因为我们特别非常喜欢打游戏。五杀，给我5杀，快来，快！高超高越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少有的游戏天才啊，感觉真的是来咱节目可惜了，你可以去打职业的。火，他们就是神。来不及了，赶紧上班了。多少啊？表演很厉害，但打游戏呢？他就是个小灯。他见了我只能说，月哥，快教教我这枪是怎么压的呀，哎，我怎么打不着啊我。看我一枪爆他头。
第六个呢？太灵了，我写道题。我觉得不玩游戏的人应该也能 get 到，然后结果有点自嗨了。演的时候真的有的东西观众是不懂的。说一个消息，《逃跑玩家》这个本子呢，一直效果都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不要先推翻这个本子，想想新的剧本。但是这个本子确实是我俩来你妹为止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本子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做自己想做的作品，我们肯定会有遗憾，但是就害怕成绩不好影响到整个团队，所以我们觉得纠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你得自己要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个点啊，你其实就是不想拖后腿，不能有这个心态，就是淘汰就淘汰，但是我们没遗憾，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。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往前走，毕竟没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不能解决的。前面咱们保证每一句都得是第一个包袱。后来时尚无难事，大家从舞台和创作剧本的角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轮流互相掩护，就不要火力不要断，别让人机在台上那么长时间。所以真的是大家疯狂的帮我们想包袱想梗，然后说我来演这个，我来演这个，把这个本子传出来了。啊！这一对双胞胎呀，演的可真好呀！我是刚才里边观众，我就在里边看，我说：“哎呦，这双胞胎演的可真好，发自内心的，确实替他们开心，跟观众一起开心，确实。”我就记得最后一次展演的时候，大家真的很帮我们，然后我就能在台上演到一半，我都听到李丁老师、严浩翔老师还有那个刘思维他们就疯狂的带掌声、带笑声，然后让我们有信念感。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好，很好，太厉害。高月是哭了吗？你们别打扰他，我弟弟真秀呢。为啥呀？我这两年基本都没哭过，这个节目多烦人，真的很烦，节目真烦。哎呀，你想《逃玩家》这节目一个逆袭的过程，没想。好，提我说。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当面确实说不出口，就是谢谢各位，谢谢几位哥哥了，真的。下一个作品是《头号玩家》。喂，高月。